看替换率对手吗？不一定可以虐吧。一个 F 好吗？我是要打露西安纳米啦，露西安布朗姆。打露西安詹姆没得打，不一定吧？有的不能打吗？哎，雷文打厄萨斯，哎，好精彩啊！哎，厄萨斯打野。那组合比纳米还猛，哪有我们这个蒙多上路厄萨斯打野来的强？哇！我以为他会给压力，他没 Q 了。我不确定有没有人呢？但我觉得我只知道我们打野一定不在。哎呦，我看到看到。好像需要该早点放，我刚有一个治愈。真的耶，小兵刀到底 A 爽没？刚血量算是上好的啦，你信吧？我这个人不腐烂。二杀师就来 gank 一波看看，看一下这个打野的实力。那他一直浓，这样子没意思啊，对不对？没意思。恩萨斯，完蛋啦！忘记要买多兰剑了，这套，尴尬。对啊，三把进化。这边 AD 不交闪的。我好像不要打哎、欸，这个好像不想打哎、欸，完全不能打吗？哇，都没人死哎、欸！那个中够吗？001，中路 gap 吧。完蛋了，我队友怎么突然不见了？我们的球女刚不在蹲人吗？北艾不是卡扫都拿过了吗？哈哥都教你们了，下路有绝对的线权啊，下路要赢很多，不然会输啊。上路老扛，哎，不对哦，不一定是老扛哦，因为有足够的线权，所以可能可以让上路反而可以过得很安稳。远距教学边学专业知识边看台学习主播操作无敌的吧，无敌的吧，哎呦，那我不输啦。有没有？就跟你说，是不是下路不一定会赢？露西安纳米，因为露西安一等不能出事，他出事了。露西安一等太烂了，小炮那种没有，你只要被踩到就一定会死哦。牛头人只要 combo， 吹塔就会跳出去啦。嗯，他们突然暴毙了。
哇，他怎么这么猛啊？戴安娜就算长那样也太打人也太痛了吧？再输出啦！只是我们刚前排有点太快倒了。现在环境就是斗士太强，所以你要 A 人就势必要跟斗士一打一，斗士一打一超痛苦的，还有那个死亡之舞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这龙不能，其实要给他们哎，你懂吗？就是这个龙给他们，我们才不会试龙，我们试龙很难赢，其实。那种中线不清。他们感觉是故意给龙的，哎呦，我觉得，哎，都先闪现 A 了吗？我们其实不是100%会赢啊，拿着这条垃圾风龙不一定对我们比较有用，但是呢，假如说我们第四条龙打赢了，下一条远古龙我们一输是不是就直接狙了？哎，是不是买一个四鞋子啊？买个防装，不会太难哦。不然我觉得我被打好痛哦。我没凯莎的，你们应该知道吧？那是 AD 的魅力吗？不是哦，我就是，我只是喜欢躺分，但不代表我每次都要躺。那不过，说实在，凯莎以前好像比较强哎，这版好像很容易突然就暴毙了。像刚刚那一波戴安娜，其实他肥一点，我就直接死了，还秀个头。逻辑就是拿那条龙，比较就算就是我们拿那条龙，但是我们会战不会因为那个风龙而所改变，你懂吗？可是呢，只要我们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是五五波嘛，所以如果我们那远古龙输一波，我们可能就直接输到底了，一波就局了。我来看啊，我用看比赛啦，边打边看啊。